上天叫做高血压前期的，你讲你变高血压嘛，就高血压，他就甲你讲你是高血压前期。这个时候哈，你就要开始注意，爱减重、减体重，你老较大块，你减体重。啊，到你也平常食较咸，莫食较咸，食较甜。好，来下一道，我来还原哈。哦，减重，啊，食物件莫食伤油的，肉类莫食伤多，莫食伤肥的，哦。刚才讲要饮酒的人吼，要摄取量要注意，不要喝太多啊。最好要多吃蔬果啦吼，青菜、水果啊，全谷类物件可以讲嘛。啊，有啥物？高血压是三高之首，全球的头号杀手，因为伊的影响这些器官呢，吼，咱咧那都要讲嘛。什么叫血压？血压是讲吼，咱血从心中爱拍出来，然后跟动脉的迄个压力叫血压，就像咱水龙头哦，你把水开开哦，那水龙头就是类似心脏啊，啊你开开那叫水压，这是像我们的血压，知道？啊你啊水开伤大安怎？会憋气嘛？水伤大表示压力伤大啊，憋气嘛，同款意思。你若血压伤高，你血去安怎？憋气安怎？你若憋气闹安怎？憋气闹啦，憋气闹。脑中风。哎，那个脑出血、脑中风，啊你啊是心脏嘞。哎，啊，你啊是目睭嘞，哎，眼中风，啊，你啊是脚嘞，脚后拉皮肤，哎，脚中风，只要有动脉地方都有可能中风，所以它是影响到全身器官啦，哦，所以爱要小心嘞。哎呦，太恐怖了哈！那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会慢慢有些问题？主要是我们什么？我们身体的器官，它的器官反应啊，够。器官啦吼，咱器官正常安怎？老化，哎，退化。哦，你本来较早食较侪物件，都袂感觉人腹肚拄住滴。哎，啊，你食较侪，到腹肚拄住啊，歹困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消化功能，消化功能慢慢啦退化，所以为虾米？咱年纪大起来，咱变食多，便秘。啊，我来讲消化不良，吸收歹，安怎食拢翻面包？啊，我安怎食拢老掉？迄个消化无好吼。啊，我再来讲，大家来讲，他的身体的退化步骤啦，吼。那有人知咱身体内底吼，上紧退化是哪个器官无？器官？肝。你搞是肝啦？我是讲器官啦，吼，器官。哎，器官就对了。腹内内底物件啦。腰子唔对。心脏啦。唔对。肝啦。肝唔对。我都唔对。还记得没有？答对了，来举手。有啥会气泡呢？你感觉你不管十岁时感觉哦，去运动，去做运动拢会喘会忝。啊，不过你到我四十岁了哦，做行路行远还是讲去换一下重物件，开始喘气皮无？因为咱的肺脏啊，是胸腔内底嘛。啊，咱的胸腔吼，这肌肉吼，你年岁愈大愈顶起啊，所以你吼肺活量、肺功能就渐渐啊退化。哦，所以吼、哦、是人无部分，啊，咱其实咱走路嘛真衰，无部分嘛有人容易啦，是啥物？排嘿，对，猪排。啊，即个不是猪排，那空气中的有毒物质伤侪，吼嘛、哦、无一定讲是咱猪排啦。哦，所以咱要注意，因为台湾肺炎的人真很多，还是侪。嘛，对不对？嘿，健康诶。啊，我前面讲的猪蹄是中高龄常见疾病与预防。中高龄，高龄，大家知什么叫高龄无？嘿，对对，较侪岁，还是几岁有人知无？我问你，嘿，对，六十五岁，像你去买车票，快心五岁以上就在，六十五嘛。所以一般吼，老年人我是说65岁啦。哦，讲你讲中高龄，中高龄的是比老年人较少年。好，大家有机会，我让知哦。七十至八十啊，无啦，咱高龄的是65岁以上嘛，啊，中高龄就是咱讲的中年人啊。是中年人哦。40到几岁？40到50。40到50啊？啊，50到60嘞？50到55。50到55。你说55到65嘛？吼，按法就讲中年人了哦，55到65。简单来说了哈，45岁到65岁，这个
期间那种叫中年人。哎，你讲十八岁到四十五岁那个青壮年，青壮年啊。好，啊，我今日感觉讲了主题就是讲，咱四十五岁到六十五岁吼，这个期间，咱身体是会达到退化、会老化，啊，就会一些毛病会造出来对吧？比如你较早，脚袂酸，脚袂疼，到尾渐渐开始疼我，啊，到有啥物毛病，困袂去我，我早上时候就困袂去，啊，到现在血压也起来，我早上袂嘛拢好好啊，啊，即摆才会头会痛我。平时较早你若我头痛，啊，即安怎不安安有无？哎，啊，到有做啥物？白内障，捌听过无？白内障。白内障。哎，看物件怎？雾。啊，要安怎？爱手术就先找医生嘛吼，先互医生看看，有有人是一对，有人是两对。啊，手术是即摆吼上紧的方法啦。啊，嘛毋是讲每一个白内障都可以手术，爱有医生看到讲你都有新闻。哎，爱有新。啊，迄换迄个水晶体对吧？有自费嘛，啊嘛有健保的嘛吼。啊，对换自费啊，健保嘛，先看医生来判断啦。因为有些不止只有黄白，就是不止白内障，伊讲伊个挂什么远视啊，嘿，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就是有诶无诶。大家症状都无啥共，就是一定要让医生来判断检查。哦，啊，个有啥物？后尾空档的时间，咱加点望听嘛，对不对？吼，哦，啊，咱来鼓掌去。谢谢那个农家家主任还有组长给我们这个很好的课程，谢谢谢谢。不会不会，还有你们跟我们讲。好好，谢谢。啊，看一下是什么机会，我们医生过来再介绍一下当时。好，好，谢谢组长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大家可以休息了。安尼去唱歌来啊，啊，等下时间打钟就对了啊。